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手机游戏，好啦，那这款游戏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了，没错，就是我们香港实况主史莱姆所制作的游戏《勇者神域》。好啦，那因为之前有稍微尝试过一下，可是我也忘记之后为什么我没有继续玩下去。那我们现在再把它重新抓回来，我们再来再次体验一下这款游戏。啊，可是我也忘记我之前有没有用 Facebook 登录了，好，我们就再登一次好了，因为我已经完全忘记这回事了哈。之前我好像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把它继续留着啊，这点不好意思啊，史莱姆，如果你有看到，对不起。OK， 好，那这边登录的话，哦好，这样就可以登录了。红晶是一种特殊的。威力强大，太快了！魔族为了抢夺红晶资源，向妖精族、兽族、龙族和圣族发动了战争。哦、好快，字幕好快，我眼睛跟不上了。载入中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游戏。哦，这款游戏，好，我们先看它示范好了，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玩，之前也是只有看到这边，然后就没有继续了。恐惧男魔神弗雷亚，弗雷亚，好熟悉的名字哦。哈哈哈，这里将是你们的葬身之地啊、就算我们都死在这，也不会让你们肆意残害我们的子民哦。这个是奥罗拉，其实我不知道谁哦。他在讲话的时候，左下角有那个，就是那个图案啊、嗜血北魔神毕鲁达，可以请你们不要反抗了吗？好、我可不想让美丽的妖精女王的脸庞有任何损伤，我要把她变成我最美丽的女仆。哈哈哈，哦，这个还蛮变态的。你不要痴心妄想啊、变态啊！够了，对快死的人讲那么多废话有意义吗？动手吧！三大魔神的实力太强，我们最好不要硬碰，看准时机和大部队汇合再想对策吧。所以他们要等部队来支援。可是我觉得游戏一定不会这么简单，一定是自己先动手。拖动结晶到勇者身上可以使其立刻进行攻击。你看，我就说要马上攻击。所以要把他拉到身上，是不是？哦，可以。哇，帅气帅气哦！一开始就打了一个鼻青脸肿啊。可是我，他打我们比较痛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拉吗？浩瀚无尽的星辰汇集成我的力量吧，星辰封印。不知道为什么念的时候有点想笑啊。哇，开大绝，开大绝，我打到1000多最上面有克属性是不是？哦。恐惧男魔神弗雷亚不是挺能干的吗？那么接我一招混沌斩杀。打我们真的很痛哎！乖乖束手就擒吧，血毒爆发！现在是两边在比中二嘛，然后放招式还要把招式名字喊出来，看谁的比较中二哦。哦，还妖精女王啊，西弗雷亚啊，这一只神圣的精灵之王啊，请守护您的子民吧，救赎之光！好的，招式越来越中二了。伟大的海神以龙王之名召唤你，赐予我们力量，海神庇护。开护照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知道自己打不赢要开护照了，没用的。弱者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挣扎只是徒劳。魔能爆裂。这场战争你们输了，魔族的统治绝不可能长久。先知妖精女王，我们不能全死在这里，你们先走。好、这种时候就是上演那种英雄救美，可是这里好像是美救英雄了、希望你们能替我保护好龙族的子民啊、龙王大人想逃有那么容易吗？啊，快走，伟大的龙神啊，我在此献上鲜血，求换取您强大的能量，助我屠杀屠戮仇敌龙魂献祭。龙魂献祭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越来越中二了。这是龙族的禁咒，休想！混沌斩杀哦，又再一次使出了混沌斩杀啊！小心了，他想和我们同归于尽。邪魔归一啊！白画面，白画面哦！战争最终以魔族胜利而告终，所以是我们输了吗？我们是龙族，我们好像是妖族，是不是？哦。100年后，好、这个很短，看得完、醒来吧，孩子，醒来吧，神选者。什么？谁在说？哦，创世之神哦，挖矿了 ，Minecraft。哦，创世神真的直接叫创世神了。我乃创世之神，
而你是被我召唤而来的神选者。接下来我要赐予你一个神圣的使命，拯救勇者神域。哦，勇者神域，原来它是一个区域，是不是？我以为它是一款游戏耶。啊，什么什么神召唤勇者神域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100年前的封印即将被打开啊！魔界之王再次降临，黑暗和恐惧将永远降临勇者神域。为什么我有种在看圣斗士的感觉哦？冥王崛起哦！你必须汇集各族王者的力量，集齐远古神器，将大魔王再次封印起来。你看，这根本就圣斗士啊！哦，勇者神域万千生灵的命运哦，都要靠你去拯救。来吧，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我将赐予你新的化身。告诉我你的名字。哦，看来这个是要我们选一开始的伙伴了啊！烈焰剑斗士凯撒，还有什么？翠绿吟唱者安琪儿，好可爱哦，这只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碧蓝神龙使昂。哦，水火木给你选是不是？啊，这只看起来是帅气啊，这只有点中二，带点可爱啊，那这只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好吧，就选你吧。哦，接下来输入名称，好，输入名称就摇吧，摇摇摇，这里 OK， 好，换行，确定。安琪儿要改名叫摇了啊，哦，创世神，好了，这便是你在勇者神域的化身。啊！我怎么变成这样？创世大人，你讲的东西信息量好大啊，我消化不过来啊！他嫌你讲话讲太多了啊！创世神，闭嘴！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派遣使者协助你完成使命的啊！出来吧，元素的精灵，这什么小精灵？西洛洛，西洛洛！啊，好困啊！哪个笨蛋不长眼，在我睡觉的时候吵醒我？哦，一个比一个还可爱！放肆，快来见见你今后的主人——神选者瑶！西洛洛啊，是，精灵西洛洛参见创世神大人、神选者大人。虽然还不太明白现在是怎么状况，不过打败魔王，成为救世主，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冒险生活吗？我靠，原来安琪儿也是个整天只会幻想的中二小孩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中二过，很好，立刻出发吧，神选者，我期待着你的表现。神选者现在要出发了哦。上面有一排 UID 耶，4609736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他讲话。西洛洛讲话了。既然创世大人那么诚恳的拜托我了，那么我就稍微引导一下这个菜鸟勇者吧。我菜鸟？我的。首先就让伟大的西洛洛大人来教你怎样战斗吧。哦，一开始会教我战斗，不错。战斗不就出一个拳头就好了吗？遗忘之岛啊，哦，还有 New。哦，遗忘之岛一个 new one 啊，下载进度2/2，载入中。OK， 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战斗画面跟刚那个一样哎，哦，所以刚是在预告我是不是？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熟悉一下战斗操作。西洛洛这么说的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搞清楚状况啊。啊，出来吧，我的召唤兽们，我愿做你的召唤兽。勇者都会根据攻速进行自动攻击哦，会自动攻击哦，我最喜欢自动攻击的游戏了啊！那上课可以偷玩，老师在上面讲课，自动攻击啊！在勇者连击时再次使用结晶，能够造成 combo 效果。勇者连击时 combo 越高，伤害越高哦。先来一个战斗，再攻击吗？一个两个哦，再拖一个哦。左上角有 combo 数，左上角那个 combo 数现在是02。使用防御结晶能减少 50% 伤害啊！我要怎么看哪一个是防御啊？哪一个是防御？哦，盾牌啊，还有一个盾牌是不是？当使用新结晶能够回复勇者 20% 的当前生命值，哦，这个是新哦，怎么我看怎么都同一个啊？使用强化新结晶能够让勇者恢复复活过，哦，复活的呢？哎，哇，这游戏第一次死亡居然是在新手教学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。不行，玩这游戏绝对不能死，不能像神魔之塔一样那么常死啊！结果第一次死居然是在新手教学啊，哦！你来实战一次试试看吧。哦，实战，哎，可以了吗？攻击啊，再来再攻击，会不会？哦，这个是木的，这个是火的，可以用火烧它。哎，原来我以为我们木属只能放木的招式，来打它打它，再来放水的，哦，木的打它，快点！哎，不能，哎，他死了。啊，死了吗？啊，死了！啊，宝箱，这是什么？切，什么嘛，居然没有挂！
等一下，他说没有挂哦，是希望我死是不是？可恶，原来你是想要弄死我，信不信我揍你哦？我们快点进行下一步的战斗教学。好、哦，还有下一步，好、哦，不错不错，玩越久越知道这个游戏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游戏哈、哦，确定、哦、我们的小安琪儿获得胜利，有没有什么战利品啊？哦，一开始就升等了 ，level up 啊 ，rank 提升至2，当前体力恢复至20，体力上限20，队伍空间上限增加至16。哦，这一样是要算队伍空间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开始也不能抽，我们一开始不能抽到太好的卡哦，这样子会塞不下去，会有空间限制啊啊。获得战利品，这是一把什么剑？可以看它吗？点它，哎、欸，没反应，好，算了，等一下再看。哦，你就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次战斗拿到什么东西。有注意到战斗可以获得 S 1吗？哦，可以用来培养勇者哦。S 1是什么？我记得 S 1不是 Sony 的一个手机吗？背包，看一下。歌者，我是歌者，我用唱歌来攻击，是不是？载入中。哦，安琪可不可以放大？可不可以放大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各位观众不能放大，我想说可以放大、欸。强化不能放大、啊，强化，强化要选什么？哦，这个可以直接提升等级，是不是？按确定，不能多一点吗？欸、不能哎、欸，确定，是因为没钱吗？还是什么？现在你肯定变得更强了哟。好了，快来进行更加困难的战斗训练吧。Fuck you！ 叫我升等是为了叫我打更恐怖的主页。遗忘之岛一十二。我说我们现在要打第二关是不是 ？Go！ 哎，他可以写会掉落什么战利品是不是？以后进入关卡前可以邀请其他勇者来协助你战斗。哦，我们看到一开始有三个人让我选：懒懒的想睡、鲨鱼、天舞。他们可都比你厉害多了哇！真假的？为什么我怎么看他们都跟我差不多啊？一样等级两等啊？啊，一样是主角啊？开始战斗，我觉得差不多呢。天哪，这是所谓的。欺骗小孩吗？哎、欸，不可以这样啊！我觉得他们看起来真的实力跟我差不多，会不会我进去他们还比我先死啊？这一次我们学习一下团队战斗哦 ，team battle，team battle， 哦，就是说你要来跟我组队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人家可是天真可爱啊，人畜无害，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的小小精灵。台词有点长，台词有点长哈、哦，出来吧，我可爱的召唤兽们，这次一定要给我咬死他！我愿做你的召唤兽。所有勇者和怪物都分成水、火、木、混沌。哦，我以为最后是光暗呢。啊，火克木，好，这些基本的克制没关系。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，火克木，木克水啊，水克火。混沌既不会相克，也不会被克。啊啊，通过交换位置可以使勇者属性克制敌人，此时攻击和防御会获得一定的提升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要战斗吗？如果勇者生命值过低，还可以与装备后勇者交换进行位置。哎呀，还可以跟他换位置，是不是？哦，直接跟他。哇哇哇哦！后备勇者上场，结晶会全部重新刷新。哦，好哎，攻击攻击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是水的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？哎，不能用火打，他会啊啊，伤害被减少了，哭哭。那用什么？用这个？这是什么暗的吗？还是什么？打他打他，都打都打。哎，盾牌，这可以用盾牌啊。欸、没有啊，快快攻击他攻击他、欸、死了死了，太好了， nice nice battle、虽然说我还是不太会玩好吧，现在我承认你们实力，我们快点继续冒险吧。还要还要还要哦，等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要原谅你啊？回来啊。哦，还要啊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拿到什么东西好了，虽然一开始会写可以拿到什么啦，可是我刚忘记看了啊，确、哦、定好 ，OK， 获得战利品有没有？什么战？哎 ，Level Up， 战三等了，三等了。一开始新手教学就让我们升到三等。这个是什么？绿绿的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像是那个史莱姆球球、欸。哎，懒懒的想睡觉，是否添加好友？好啦，我一开始也只能选择添加，不然我要怎么办？不然要干嘛？一开始就是什么都没得用啊啊！哎，别急着走。如果你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的话，觉得好笑、幽默、有趣，那你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。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最新动态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订阅。另外，如果想要支持我们团队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一个赞哦。谢谢你的帮忙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